接了笑和泪。其实而家有少少咧，似我哋叫巴黎公社，一年青人咧，佢哋咧喺里边咧中意饮又有，食又有，住又有。咁你其实佢冇谂过后面资源点解要俾咁多资源佢咧？佢冇谂。咁所以喺屋企又翻屋企要俾阿妈阿爸管，喺学校又系管，喺个冇人管咯，几开心！法治价值已经喺度破坏紧。咁所以我希望咧。年青人既然他們講民主，民主的基礎就一定法治，那他們一定要尊重法庭頒布的命令。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去讓他去表達意見，他應該從一個合法的渠道去表達。時尚邊光景冷熱成霧水，所以我覺得政府是要多加誘導他們回去尊重包容，就是大家怎樣溝通的方面。我今天晏晝喺林鄭度啊，講青年事務啊，我話而家我係最重要嘅，你以前講嚟講係批判性思維錯，批判係帶有貶義嘅，其實應該係咩就係多角度思維，從唔同嘅角度去思考先啱啊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次係香港上咗好寶貴嘅一課，但係點都能夠將呢一課經驗作為動力去推動我後面的青年更好咁。